今天想要吃地瓜可可优格，昨天我已经先把地瓜蒸好了，所以现在只是把地瓜拿出来装到碗里面。那我现在要把可可粉跟优格搅拌均匀。我会先放可可粉，因为它很轻，其实所有的粉类我都会先放，然后再慢慢的把优格倒进去。要像这样很轻很轻哦，不然粉就会飞得到处都是。然后再搅拌它一下，一次先倒一点优格就好了，除非碗很大，不然呢这样做可以防止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搅我们的粉类跟优格。去拿刮刀，因为汤匙太短了，用刮刀比较好搅干净。然后再把剩下来的优格再放进来，这样子就简单多啦。很努力的在慢慢的把剩下的优格轻轻的倒进来，再继续搅拌哦。动作就是轻轻的、轻轻的这样子。这边可能很快就会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的优格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所以呢，没有那么好搅匀。那是可以搅拌平均，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应该是说融化在这个优格里面。那如果很喜欢，就是整个优格是变成咖啡色，就是巧克力颜色，而不是说白白的优格里面看得到一粒一粒的这个可可粉的话，那可以考虑，比如说前几个小时或者是前一晚上看天气，先把优格拿出来退冰放到常温。我有一个短片里面在做那个可可优格的那一天是有先退冰的，那这样就可以来享用咯。耶，我正在看有什么节目好看。因为听说呢，这个不吃优格好像没有比就是饭后吃优格还好，所以我通常就是会有点龟毛的有一个顺序，哈哈，我应该去拿叉子，对，就是要来拿叉子吃地瓜先，然后可能先吃一点地瓜了，然后再吃优格，然后对 enjoy。Thank you.
吃完了，那就要来到下一个环节啦。我也很喜欢在就是第一餐的时候吃水果，所以呢，最近是柑橘季，那一定要来一个柑橘的。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在耍笨哎、欸，因为我通常不会这样子切柑橘，就是像切柳丁一样。但没关系，反正呢，就是把柑橘丢到那个碗里面，因为就是有一种很欧巴桑的心态，想要把这个剩下来的优格就是也勾一勾吃掉这样子。好，那要来吃柑橘咯。
要来准备第二餐咯。今天第二餐是要使用鸡胸肉，那因为呢这一包鸡胸肉买来的时候分量还蛮多的，大概我好像是买了大约一斤的鸡胸肉，那以我一天吃两餐的分量来说，我通常这样子的鸡肉呢可以吃六餐左右，快要六餐，那我就会，因为好像看一下这几天行程，觉得说呢，便当不用做太多个，所以我应该会先分装一半的鸡胸肉到保鲜盒里面先冰起来，那剩下来一半的鸡胸肉就做三餐的分量。今天吃掉一餐，还可以装两个便当。再用这个我很喜欢的腌料，就是柠檬胡椒 （lemon pepper）。不过我觉得各个牌子做的 lemon pepper 还是有差，就是这个是我在某某上面买的，不大确定是什么。喜欢的还是在Trader Joe's 一间美国的超市买的 lemon pepper， 但是呢现在就是不大好买，继续寻觅中了。那这一罐还是把它用完吧。留下一点点，就会有一种阿杂的感觉。好，对，这一半是要来先冰起来的。接下来处理今天要用的剩下这一半，也是一样的调料，应该说腌料啦。杏鲍菇想要把它们用完，应该是还剩个三只嘛，有点忘记了。对，切切。Thank you.
子里面，然后就把杏鲍菇拿进去咯。刚刚杏鲍菇已经下去洗澡了，应该说是被煮了。现在赶快来处理一下我的马铃薯，因为今天没有先煮饭，然后家里刚好有马铃薯，也想赶快把马铃薯用掉，所以就想要使用马铃薯来当做这三餐的淀粉。OK。所以现在马铃薯也加到锅子里面的，还是拿个锅铲来给它搅一搅。哦，刚刚火开太大了，所以呢，下面有一点焦的，没关系，我们赶快来加一点水。熟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熟，再加一点水水。
先拉一拉，现在感觉是时候可以讲我们的花椰菜了吗？花椰菜花花可以一起下来洗澡喽。现在大蒜也可以下去一起洗澡咯，一定也是要再拉一下的。再用懒人法确定鸡肉有没有熟，就挑一块比较厚的切开看是白色的吗，然后马铃薯看起来已经软软的咯，然后也没有再掉带了，还算蛮满意的，再一些下应该就好了。盖起来哦，现在可以装便当咯，好兴奋哦。一个碗是等一下我马上就要吃的哟，然后另外两个是明天可以两餐都吃这个，也可以一餐吃这个，一餐吃别的，然后就先装在玻璃保温盒，就是方便明天直接整盒拿去微波就好啦。最喜欢这种一锅懒人料理的。吃饭了，我现在在也是一样，每次都是 YouTube 配吃饭。
果吃到一半，我想起来，哎呀，我前天有做腌萝卜，但是还没吃，所以呢，我就要暂停我的这个影片，然后呢，要去拿我的腌萝卜来配了哦。吃完咯，开心的午餐时间。